欢，进攻时间快到了，给到小安，外线拔起来，晃过对手之后出手投进了三分球。林信宽，进攻时间快到了，给到小安，外线拔起来，晃过对手之后出手投进了三分球。宽，进攻时间快到了，给到小安，外线拔起来，晃过对手之后出手投进了三分球。转移出来 ，Kiwi 给到了小安，蒋玉安外线进。转移出来 ，Kiwi 给到了小安，蒋玉安外线进。十分了，转移出来 ，Kiwi 给到了小安，蒋玉安外线进。我们看不到。不过裁判还是认为是海神的球，结果发进来，小安直接抄走两分拿到。小安左边45度角外线进。真的，王牌就是王牌啊！小安，左边45度角外线进。真的，王牌就是王牌。小安，左边45度角外线进。真的，高景伟再传出来，小安顶点的外线进，他今天手感发烫。高景伟再传出来，小安顶点的外线进，他今天手感发烫。机会，高景伟再传出来，小安顶点的外线进，他今天手感发烫。不吹了，他是不是有打到手？可能也打到手了。对，哇，蒋玉安这三分投进，觉得八九成不需要吹了。是，但是你说吹了，他是不是有打到手？可能也打到手了。对，哇，蒋玉安这三，他是不是有打到手？可能也打到手了。对，哇，蒋玉安。